제가 남을 좋아한다고 후배가 네. 직접 뜯어가지고 왔어요. 아. 아, 그거 나무 조금 친다 그래서 받아왔는데 네. 너무 이렇게 많이 줬어요. 아, 네, 我이거는 给大취향 家翻译一같아요. 下，我婆婆不是素食嘛，喜欢吃菜，이거는 然后收到这么多菜，이거 我们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菜。가죽 같은데? 아니에요。아니, 가죽 아니라고 하네요. 네，我婆婆说这个是不是你喜欢吃的中国的香椿呢？我说这不是香椿，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然后그다음에 이거는 두릅. 这个好像是中国，咱说的那个刺老芽还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哎。然后두릅. 그다음에 이거는 这个是비름나물인가? 我婆婆也不知道。잘 모르겠어요. 大家看有点认识的吗？这都是在山上他摘的，不知道是什么耶。在韩国这个是山珍野味，还挺贵的。이것도 这个是蒜苗儿。마늘. 蒜苗儿。이거는 这个是방아. 방아。방아好像有什么味道。이렇게 하면은 네. 냄새가 진하게 나요. 아. 응,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茴香苗啊？茴香的味道。이거는 这个是什么？산초. 산초 아우, 味什么？哎呦，油味儿。냄새. 他说油味儿，大家看，这个好像是那个，산초. 花椒的叶子还是什么？你说这韩国人怎么吃这些东산초. 西？이거어떻게마라탕 같은 데도 들어갈 거? 그냥 말 그거 해 먹는 거야. 아. 그 양념처럼 이렇게 뿌려서 먹는 거야. 잘게 다져가지고. 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花椒叶子还是胡椒叶子，因为，哎，这个味道可重了，这味道可重了。这个我还以为是，这不是咱山里的灰菜吗？灰菜，我感觉像灰菜。我婆婆这个后辈哈，听说她喜欢吃菜，你看这在山上给她摘的这些，我的天呐，这都当宝贝了。这些东西，这山珍野味，这韩国。哎，这个下面这个是什么？这肯定不是香椿。我婆婆说这个是香椿，我说这肯定不是呀，香椿哪有这个颜色，绿色的。不知道怎么吃，但是韩国人一般呢用热水焯一下，然后呢再加那个糖、辣椒面儿，再加醋就做了。这个什么味道？我看一下。哎呀，不知道，反正做了，他做了我就吃吧。这可是人家辛辛苦苦在山上摘的，都是春天的野味儿。我这里面我只认识这个蒜苗，蒜苗，还有这个好像是刺老芽，应该是吧？好的，我婆婆开始做了。물을 끓여가지고 소금을 넣고 칠려갑니다. 네. 把水烧开了，然后加点盐，一会儿呢，把这些菜洗一洗，放进去，用这个盐水焯一下。好的。큰애많이자랐이거는산에가서뜯었다고그러거든요네좀많이커서좀자를게요这是他的朋友在山里面摘的，所以下面呢，老的部分都用剪刀，用刀子给它切掉。이런거는되게연하고맛있부드럽네요그런데就吃嫩的就好了。先简单的切一下老的，然后用水洗一洗。나무이거는두릅은되게이정도살려면한몇만원은줘야될것같은데네我婆婆说春天的话这些嫩芽儿可都是一些美味佳肴他们韩国人叫它春天的野人参，跟人参似的，大补。그리고이거는이제할때다듬을때이렇게가시가있으니까네가시를이렇게먼저이렇게긁어줘요긁어주고把外面的老皮还有小刺儿先用刀撸一撸，这样吃起来的时候更爽口，更嫩滑。好的。我们要准备洗一洗，然后放到热水里面焯一下。现在已经洗好了，放到这个滚烫的热水里，水里刚才加了点盐嘛，给它煮一煮。
煮完了以后好像还要再加辣椒面，还有那个食醋，还有香油，这些操作应该好吃吧。이거는푹좀삶아야돼요왜냐면여기이런데가줄기부분이좀그질기기때문에푹삶줄기가푹있게삶아줘야됩니다꽉열고삶으면파랗게유지됩니다婆婆说要给它煮透了煮熟了半生不熟的容易野物中毒吧삶아졌습니다넣고아이거는바로먹을거라서네이거생수로네한번헹궈줍니다刚才的这个都煮好了，然后呢，用家里的饮水机里的水给它稍微洗一下，马上就可以开吃了。이거는초장에찍어먹으면네초장초장他说这个只要用酱油那一类的直接吃就好了，100%的那种原味儿。我还以为要加辣椒面儿那种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做另外一个菜，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菜吗？不知道，我婆婆也不知道。刚才第一个菜呢，简单的水煮一下，然后直接蘸着酱油吃就行。他说这第二菜要先用水煮一下，焯一下水，然后呢再用那个蒜末辣椒粉好好的做一下这个腌菜。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现在我们俩都不知道，只是在这里吃。知道这个菜的名字欢迎给我留言。我婆婆也是吃的稀里糊涂的，反正是蔬菜能吃就行。네煮好了这是第二锅깨끗이헹궈서삶아서네그냥묻혀도되는데네이거는한번차가운물에한번헹궈네这个再用凉水过一遍用家里的饮水机里的水过一遍我婆婆已经把大蒜剥好了然后切成了蒜末一会儿呢再加大蒜香油还有醋这些东西给它拌一拌这就是小菜对我们现在要做那个辣海鲜面这是买的现成的他们都做好了在家里只要煮一煮就可以了先把调料煮一下완전히동됐으면서그냥넣고끓이기만하면은됩니다그리고면은先煮一煮然后还有两分面条2분동안만이제물을끓이면은2분동안끓이면끓여서넣어서먹으면은됩니다간단합니다这个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做中餐的那个李连福他的品牌创造的这个中餐的面这边等水烧开了下面然后呢再把调料往上面一浇就是面的浇头就可以吃饭了这我们今天的午饭一步里面等一下来水烧开了就把面放上去煮面煮两分钟就可以了이거는해동안시키고냉동상태로바로끓이면됩니다这个面就没有化冻直接是冷冻的状态放进去煮两分钟差不多应该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碱水面，我可喜欢吃碱水面的面条了。面煮好了，直接啊，直接把里面的水汽稍微控一控水就好了。有点热，你小心。嗯，对，这样控控水。那个，嗯，汤也弄好了。嗯，炸酱面不就是这样子？准备좀많이싼겠나？炸酱面。왜해결게아니야응3만원자이렇게해서네국물이제담아주면은네끝자국물을다끓어서국물2인분으로3개만들었습니다네看起来很辣매워요매워어너무매울것같아辣海鲜汤这里面都是海鲜看起来就很辣어머니안드세요어머니안드세요我婆婆说她不吃所以给我们三个人准备자이렇게가서네먹어볼까요네깨소금마늘그다음에참기름하고现在呢我们把芝麻碎还有这个是蒜末再加点香油放里面拌一拌就是凉拌小菜了참기름네香油참기름하고네깨소금아소금加一点盐我觉得弄芝麻碎那个小桶真的很有用好像在淘宝可以找到同款的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淘宝搜一下무치면끝네这就结束了稍微的拌一拌这就是凉拌小菜점심먹어야좋다我婆婆一直强调哈就是要轻轻的拌我每次用手力气可大了把这菜都给捏了她说要轻轻的拌씁쓸한맛이나는데봄에는입맛이없어서이렇게씁쓸한맛을먹었으면은몸에좋다고합니다他说有一点点苦但是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你吃点这种苦的野菜呢对身体比较好这个在韩国真的是无价之宝了他们韩国人真的喜欢吃这些各种莫名其妙的野菜저도어렸을때는네이렇게쓴나물을안먹었어요그런데나이가들어가니까이렇게쓴나물들이좋아지는것같아요쓴나물담아서먹어보겠습니다네我公公已经吃完了老公还在吃这也是白雪公主裴孙公主白雪公主还有刚才我婆婆做的小菜这个是我的我现在要吃饭了我这个里面加了刚才的野菜我公公和我老公觉得有奇怪的味道他们不吃我单独吃